嘿，又有每日奖励可以领，这次可以领到的是比较稀有的 rare fruit。这领，我拿到什么 ？Op fruit？ 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我要自己后置去查才知道诶，这先 collect 起来。欢迎回到今天的 King Legacy， 今天是第三集的影片，然后我要先去抽一下果实哈。今天等下我也会换个果实来抽了。为什么是有人还要跟我交易？然后你们跟我讲可以用这个宝石哦，诶，那我就买一个用宝石买。或者什么？哎、欸，我 ，nope， 喂，为什么这个游戏哦，每次在要以为我要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跟我换另一个果实，然后地上还有人丢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果实 ？Collect， 全部收了，全部收了。然后刚拿到的这个也收。然后看一下我背包里面还是写什么名字？刚拿到的一个是叫做狼，然后一个是刚抽到的是那个烟烟，然后还有这个 orb 的，我就不懂是什么。还有呢，今天要换的是这一颗烧烧果实。首先感谢之前热狗给我的这个真正果实啊，玩得很爽。然后现在要吃的是 Lucky 给我的烧烧果实，吃。哎，好了，有了。啊，这个不像那个 Blocks Fruit 一样诶，它是要那个数据，你只要这边升好那些数据，它的那个技能就自动解到完。还有1、2、3、4、5招。那我先回到我之前那个岛屿那边。它、啊、这个一应该是可以飞的，一，嘿，我按这一它就可以飞了。它的速度好像比最烂的那个小木船还要快一点。哎，我刚刚是不小心放掉一还是什么？它自己掉下来耶。喂，它是有限时的吗？还是我真的自己松掉？先接任务啊！现在要打的应该是那个 King Snow， 对 ，King Snow 要打一只就好。先试看他的 Jack 招 Flame Fist， 这个就是火拳，然后他的血已经扣掉了。有人在打 Jack， 五一点多 K， 然后他会有那个烧伤伤害，然后第二招的什么 Pillar， 哇，火速这样子然后第三招是 Firefly， 哎，有那种引火，然后就死了。然后就死了，还有那个最后一招那个 V 还没有试到 ，V 招叫 Fire Emperor 是叫炎帝嘛 ？V， 哎、欸，哦，他是丢那个火球下来，那个我忘记他动漫叫什么名了嘞，什么大眼界什么的嘛是吗？啊，这个、很容易打，我在那边要刷到，应该要刷到500才可以去打小巴，哎、欸，500灯了，看啊 ，crack 多一次。对，换位置了，过去打那个鹿啊，那个任务在这里，打败小鹿，接受。等下我还想把那个数据，这个进站的数据给它升到500，我想玩一下这个黑角。虽然讲很多人是叫我前期点那个果实跟防御就好了，你这个小怪，我看有弄到他了，一直追我。哎，现在直接来打一下这个鹿有多强，用完我的招，哎，死了吗？哎，好了呢，哦这边死了。很容易啊，这烧果很强啊！哎，对哦，我现在500灯应该是可以跳两下哦，可以，我终于啊，玩了两集，我终于空跳次数终于有增加，来直接把那个近战升个200的数据，然后试试看他的那个 E flame， 这个就是应该就是给那个火那个火那个脚着火啦。E， 哎，好了，着火了，看他的普攻三，对啊，3375是吗？三，哎。310，反正就是300左右。然后如果这个用了这个烧这个燃烧起来，应该是可以给。喂，有燃烧效果，我要死了！哎，然后火焰就没有了，那么快！等下的多一次。C V 转，他这个烧，这个我的那个烧的那个效果是不会叠加到人家的身上的嘞。只是那个视觉看出来有那个火焰，可是人家不会着火。哦呦，我看他技能，他去打其他小怪，哇，那个，然后我的脚的火焰就熄灭了。哦，那边有其他玩家，他这是挂嘛？我看他在空中的嘞。对啊，我试看啊，在，我杀掉他，应该是挂来的啦。我拿到500赏金，哎，550级了，他疯狂的被我做成烤肉香啊。哦，我看一下，这次他应该是到新的岛。到那边去，然后刚刚看到那个挂已经没有在了，只是因为他不要像以前 BF 这样多挂哈、啊，以前那个真的很夸张，现在是至少没有看到那么多的 BF 应该有处理了。这里是哪里 ？Desert Island 是那个阿拉巴斯坦片吗？哎，来，这个哎，还有那个任务哎，我好像在屋子里面是吗？这里 Hello， 他在我打了多少？一个 Candle Man 蜡烛人，哦，前面这个，525级，等下我。
等下我打完这只，我去看一下它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，像什么拳法啊，我去逛一下啊。这个是、这个应该是这个接人物的，诶，这个呢？哦，这是射虫圣典，还有其他人，起来，有人要打架是不是、啊？诶，我打不到他，打不到他，这边是 safe zone。诶，你出来，哎呦，我才刚玩不久就要打架，丢那边没有丢到。哎呦，他那个是什么？哎呦，我不知道还用的是什么果实炸没有炸到，我还掌握不到这个技巧。我杀死了，我在讲没有炸到，我就杀掉他了。还要打，来，还要打就来。他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嘞？好像是那个诺诺果实来的。人呢？应该是在后面哦，在那边。彪，走人。死了。他是不是没有点血量？还要打哦！来，他应该只要给我摸到一下，他就会被我烧死了。他应该是没有点血量啊！你不要躲在后面 ，bam！ 哇塞，简单哦，没有点血量。上一边看啊，这边还有什么？里面有一个 King of Sand， 这应该是那个老沙。根据老沙做出来的，然后后面呢，好像没有东西耶。我爬到上面来，然后也看了后面，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 NPC 可以给我买东西，这样我就先回来刷这颗怪咯。B， 然后刚那个人好像还要再打我，这是新的，不对，这是他，我死了，可是应该没有，他拿不到赏金的啦，拿不到赏金的，600了，还没有换哦。还没有换这个，哇，这个任务真的是，这岛越往后，我需要的那个等级的那个距离越大要接信等，这是不是要6625？是不是要625才有那个新任务？我这个阶段真的是除了升等以外、刷等以外，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之后可能才到二海那些才有那些觉醒可以去玩。625了，这样有了吗？你跟我讲有哦，有了啊，换到旁边这边来，它这个岛好像。完全是没有小怪的，他这每个怪都是那种大 boss， 这是 bomb man， 好像是像 Mr. One 还是 Mr. 什么的是吗？然后这个应该也是要刷一个75级的，应该也是要刷75级，我才可以到上面去打那个 Sand King。你有什么技能吗？给你一个机会用一下 bomb man， 会丢炸弹还是？用，快点用，你只要不用我就要打了，还是你只会走路？好像没有特殊的技能呢，他只是一直追着我。算了，打掉。喂，什么鬼？有炸一下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他没有技能，结果是要偷偷靠近我来偷袭我。什么声音？刚才 BGM 是什么？是有 boss 还是有什么活动？不然我刚听到的那个超大声的是怎样？这边有信息，有一个神秘的剑士来到了这片海域，我不懂他是在哪一个岛啊，我专心刷极限啊。终于啊，700了，换地方了。没有换，我看错，我还以为换了。我升了75级，还不要给我换任务哦，这是要升100级哦。725肯定有了啦，上面这边我开始感受到那个感的感觉了。虽然讲他这个刷级是比 BF 容易，来，我们来打这个 King of Sand， 请给我看你的技能，我看一下 King Legacy 里面的那个沙沙果实的技能讲。而且我打他元素化，我要看你的技能，用一下。哇，困住我，还有吗？痛，很痛，我剩不多了。他刚才那个是沙尘暴这样的那个龙卷风，然后我用错技能。炸！你可以死了！闪！原地丢！喂，我死了！我给他打死！还好我有射虫圣典，很痛他的招，尤其是那个龙卷风，而且我这个要接任务，我还要跑上跑下，麻烦。那个任务地点换了嘞，我这个只升了75级，到后面那边去新岛，这也是空岛是吗？可是这个空岛还蛮矮的，跟 BF 比起来的话。这边我等下也要顺便去找有没有其他的 NPC， 那个可以买其他新的东西了。这个要打四个 Sky Soldier， 四个天空士兵，
我先去逛一下，去逛一下有没有其他的，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？这是任务的。哎，里面这是什么？笑，哎，我看到了，我找到了 ，Ken， 哇，见闻色哦，150万是吗？等一下，我看多一次，他有讲要用什么键吗？没有，他没有讲要按什么键激活它，但是我可以买哦，这边啦、啊，这样他买了之后才可以，才跟我讲要按什么 ？Why？ 哎呦，那个音效很大声呢，哇，我要看到他这样远，其他岛的那人的那玩家的 ID 耶，是不是整个海域的我都看得到？如果有这见闻的话，这样我来试试看哦，嗨，可不可以闪？闪到吗？哎，没有，我是元素化哎，我现在是元素化的嘞，这样我还试不了哎。哎，还是我上去找那个，我刚看到有一个 boss 站在那边，那个他应该就可以打到我。这是什么 ？Rumble Man， 这是那个爱尼路的那个，应该是响雷果实哦。Why？ 哎，可以躲，可以躲，我有八次躲的机会，这样跟那个 BF 差不多一样。好，我可以走了。哇，可是现在刷这些小怪，我都要聚怪了。之前因为那个战争果实范围太大，我只要按那个海啸，全部都可以聚在一起。现在我要花一点力气去聚他们。哎，我的任务地点已经换了，我这我才升50级，那、啊、就换到上面这边来了。好，这样我先刷到这里，然后我要再回到那个主岛那边去一下，我要再抽多一次果，一样是用这宝石，我不会不会很浪费？哎，旁边好像有用那闪闪，啊，结果拿到那什么，叫花生这样的 speed fruit 旋转果实，哇喂，我才在那 BF 抽这样多旋转果实，我在这边也获得。